妈妈阿桃。慢慢说，铜柱怎么了？你家铜柱从围墙上摔下来了，从墙上摔下来了。他人在哪儿呢？在学校呢。今天学校开运动会，有个调皮的孩子爬上了围墙，下不来了。铜柱就去帮他，自己也摔着了。铜柱妈妈，铜柱还出血了呢。铜柱，现在已经处理好了，没事了。同舟，妈妈来了，你怎么了呀？才半天的功夫，你怎么就这样？早上出门还好好的，还说今天开运动会要给妈妈拿个奖状回来，你怎么现在成这样？同舟，听见妈妈说话吗？回答妈妈呀！啊，同舟，说句话呀！你别吓唬妈妈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同舟，同舟。同舟哥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也是阿桃妈妈的骄傲和希望。他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当个解放军战士，可是这场意外的事故却让他从此失去了健全的双腿。好些没，你真棒！运动会又得奖了，今天发奖了，校长还表扬你了呢。你看，我都给你带来了，王老师给你拍了一张照片，可真神气。同舟，可真好看呀、啊！同舟，你的腿什么时候好啊？我妈说她的腿好不了了。你瞎说什么？谢谢你们来看我。你们回去做作业吧。那我们走了。谢谢。同舟再见。再见。
州啊，等妈妈等急了吧。我把地里的活一干完就赶紧回来了。枣子吃了吗？为什么不吃？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？刚从树上摘下来的，来，快，多吃一点儿。来，同桌，妈妈打水给你擦一擦。妈，我的腿还能好吗？能好啊，当然能好了。看一下，妈，那我还能再上学吗？一定能上学。那我到底以后还能不能帮你下地干活？当然能帮妈妈下地干活了。骗人！你骗人！小芳说我再也上学了。妈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洪忠，妈妈不骗你，妈妈一定会把你的腿治好的。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要把你的腿治好。你是妈妈的命根子啊！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你要相信妈妈，听见吗？怎么样？记好了，但孩子的颈椎有损伤，所以即使骨头记好了也没知觉。那不就等于白接了吗？我们也没办法，孩子弄不好还会瘫痪。瘫痪？我们医院做不了，得上大医院，这事儿得抓紧，越快越好。找专家最好的。有病例吗？没有病例再加一毛。现在是一点知觉都没有，麻痹了，先要针灸治疗，刺激他的神经，必要时进行手术。那这样的话，孩子他能受得了吗？治疗总会有痛苦的。妈，我要治，我不怕疼，我要站起来，站起来。
怎么样，专家医生，孩子的情况怎么样？从电子机的情况来看，右腿肯定不行了。如果坚持多少练，还可以撑着拐杖行动。你先替孩子拿点药回家吃着，记住，一定要坚持锻炼。同桌啊，刚才那个电什么针疼吗？妈没事，不疼。妈妈一定要治好你的腿，我就不信，有这么多的医生，就没有一个能治好你的腿的。腿能治好吗？阿桃妈妈背着通州哥到处求医问药，走遍他所能去的每一个医院，但是每一次都是充满希望而去，满怀失望而归。妈，不治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自己锻炼。这一次，阿桃妈妈依然没能治好通州哥的腿，但她却无意中改变了另一个孩子的命运。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妹妹，兰子。着急啊，同桌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妈，爸爸，妈，爸爸，爸爸，同桌，我知道你心眼好，可是你想想我们现在的情况，该卖的、能卖的全都卖掉了，现在连饭都吃不饱，你的腿又没治好，我们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。怎么还能再养另一个人呢？你饿了吧？妈给你买碗面条去吃，好吗？你周啊，好，谢谢。你也来了，吃吧。哎呀，快别跟妈妈争了，我有饼，我有饼，你吃，你饿了啊？慢慢吃啊，同桌。小妹妹摔倒了，妈妈，你快去帮帮她吧。
兰吗？是的，我爸爸最喜欢兰花了，所以他给我起名叫兰子。那这个花是你爸爸给你的吗？是的，我爸爸说等兰花开了，我的眼睛就什么都能看见了。通州哥，明天兰花能开吗？兰子，这花一定会开的。把我的镯子卖了，你看看能卖多少钱？不是不多，但是价钱不高。多少？最多40块钱。才40块钱啊？嗯。好吧，卖给你。不苦的呀，苦口良药，苦口良药，越是苦的药，越是能治好你的病。不喝，听话，孩子，来，乖，拿着啊，慢慢喝。不喝，听话，孩子，来，乖。通州哥，喝了吧，喝了药病才能好。我爸也这么对我说的。你爸？我爸可喜欢我了，他会弹琴，还唱歌给我听。你爸爸会弹琴？他是音乐家，我爸爸弹琴可好听了。他是老师，有好多好多的学生。那你妈妈呢？我妈死了。可怜的兰子，真是苦命的孩子。通州，快，把药喝了，不然全凉了。我不喝，苦死了。通州哥，喝了吧。我给你唱歌好不好？我不喝药的时候，我爸就给我唱歌，我一听他唱歌，我就把药给喝了。小小姑娘清早起床，提着花篮上市场，走过大街穿过小巷，买花买花声声唱，花儿虽美花儿虽香，
何回家接我娘。好孩子，是谁在拉琴？是王爷爷。卖菜了啊！来卖菜了，来！新鲜的菠菜谁买啊？多少钱？最后一把了，便宜点卖给你，五分钱。五分钱，好了。真便宜，这菜真好啊！下次啊，我还来买你的。好，谢谢你了。啊，不客气，再见了啊。再见。那是一个普通的清晨，对阿桃妈妈和所有的人来说，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，但对我来说，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。因为命运女神把阿桃妈妈引领到我的身边。来，起来，孩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南飞。你家在哪里？不知道。我想跟你回家。想跟我回家？这怎么行呢？家里已经有个小哥哥，还有一个小妹妹，一个腿摔坏了，还有一个眼睛看不见。你还是去找一个能让你吃饱饭的地方吧。啊，给你。我喂你吧。南飞，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？我妈妈死了，我爸爸不管我了，我也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。
的孩子。你还有点烧吗？等吃完了这个，我给你煮点生姜水喝啊。那你的胳膊怎么会这样的？我爸爸赌钱不回来，有一次我妈让我去找我爸，下大雨，我碰到了高压电线，把两只膀子给烧掉了。我妈哭瞎了眼睛，过两年就死了。我爸不管我了，我只好到街上去讨饭吃。多吃一点啊，来，大口吃。妈，你带我去哪？饭吃吗？妈，兰飞他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家呀，现在常常是连自己家的饭都吃不上，哪顾得了其他呀？快吃吧，啊，拿筷子啊，来，篮子给你，通州。起来了，妈妈，我可当不起你的妈妈，我没本事，养不活你的。
我是南飞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是我心狠，你还是去找个好人家吧。妈妈，我会自己吃饭，会帮你捡柴，我会做好多好多事情。妈，你就收下他吧。妈，你就收下他吧，收下南飞吧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来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你们都来吃吧，来，通州，这碗给你，南飞，快吃啊！吃完了，我带你出去。妈，你要带南飞去哪儿呀？我带他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吃一点啊，来，大口吃。我知道，从此以后，有阿桃妈妈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远处暮色中的那个普通的农家小院，就是我的家，是阿桃妈妈、通州哥、篮子和我的家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回来了。南飞，妈，我回来了。通州，来，试试这个。我让村里的张木匠给你打的，慢点慢点，试试看，慢一点，先把拐支出去，对，脚再迈出去，好的，慢一点，来，走，好，试试看，再往前。通州哥，你能走了，哥能走了，篮子，通州哥能走了，通州哥能走了，拐差不多。我要是这儿能给你弄点棉花什么的，就不会硌着了啊！来，通州哥能走了，把这个给妈妈。通州哥能走了，坐下啊。
通州啊，孩子，好点了？黄爷爷，我没事了。您二胡拉的真好听。好听吗？那我再拉给你们听听。好。说，想听什么曲子？黄爷爷，能不能拉一首《卖花姑娘》？你是谁呀？这么一点小，怎么知道《卖花姑娘》呢？这是我妹妹兰子。你别看她瞎了，脑子可灵了。昨晚上你拉了一会儿曲子，他就会哼了。好，今天就给人拉一曲《卖花姑娘》。天资聪颖啊，真有天赋。兰子，想不想跟爷爷学二胡啊？想，黄爷爷，真的，你肯教我拉二胡？我教你啊。谁？谁呀？Yeah.